宣告吗？更多时代神的拯救跟得胜的当中，一起来。在伟大的那一天，从死亡中你拯救了我，来欢呼耶稣他活着。十字架和空坟墓，胜过死亡又活的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现在赞美。 And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我们的赞美来进入他的生命中，我不再像从前。到耶稣的面前来敬拜，来宣告。当我站在你面前，我终于完全的自由。我属你，耶稣，你属我。宣告我们生命完全的属于耶稣。吃不住平安喜乐，在世上痛苦将过去，来欢呼。耶稣他活着，他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宣告他活着。 And 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 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接下新的恩典，赞美你。我不再像从前，赞美耶稣的恩典，去宣告。哦，何等奇妙恩典，何等荣耀作为，有我预备何等美好的作为。祝你拯救，起来宣告。哦，何等奇妙恩典，在耶稣的里面，何等荣耀生命，来赞美。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神再次说 Happy day 每一天。Oh, happy day, happy day， 你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向他来拍掌，来赞美他。我不再像从前，宣告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继续来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主你的工作每一天持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你是爱我们与我们同行的上帝，拍掌来赞美。是真光，在他的里面，我行走在他的同在当中，赞美他的爱。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祝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足满意，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一起来拍照，王耶稣的爱彰显在你生命当中，王一起来领受。是我的喜乐，那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宣告心中喜乐不足满意，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中终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来敬拜他，我伸出大能
在神的光中，让神的光带领我们敬拜他，你的爱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一起宣告，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主让我们更多看见你，心中喜乐不足满意，看见你的同在，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的作为宣告，黑暗中这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着生命，我生胜过你，主宣告你的旨意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奉主的名宣告，黑暗中就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再次把你的软弱，把那一切的黑暗交给他，那是光明，他胜过一切。黑暗中就会过去。我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数天荣耀，让更多与你同行，耶稣，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哦，与你同行。利未记大概是摩西五经中最被基督徒所忽略的一卷圣经。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利未记不像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啊，读起来蛮有趣的。那也不像生命记啊，生命记蛮有智慧的啊，读圣经会让人家感觉自己有智慧一点，所以大家也喜欢读生命记。那打开利未记就不一样了，利未记都是什么？讲到一堆犹太人的献祭、犹太人的律例、典章、规条，读起来蛮枯燥乏味的，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基督徒不喜欢、不想看利未记，特别是一年读经一遍，我们卡在哪里？都是出埃及记的会幕。以及利未记都卡住了，下不去了。但对犹太人说，利未记非常非常重要。犹太的小朋友哈，启蒙教育他们要读的第一卷圣经就是利未记，要背啊，有些要背哈。所以利未记为什么犹太人那么看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卷教导以色列百姓行事为人最棒的一本教科书。他们非常看重利未记。那到底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利未记主要是说有一个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上帝们救赎的百姓如何继续在地上能够活出神同在的生活，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上帝，怎么样来服侍人，而且在地上能够过一个跟地上百姓不一样的圣洁的生活。总括来讲，利未记就是教导上帝百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上帝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就要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利未记的主题就是门招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这个字在利未记不断的出现，有83次之多，若加上成圣
动词的话就将近有154，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出现圣洁最多的一卷圣经。所以圣洁就是利未记的主题。当你想到圣洁的时候，你脑袋出现的想法是什么？问自己，圣洁你马上想到什么？一定是干干净净，是吧？圣洁 Holy Holy 哦，不能够接近，少碰为妙，是不是这样子？ OK， 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比较多是讲到干干净净，包括身体的或者是道德上的洁净。但是在犹太人思想，在旧约陀拉里面的神学思想，什么叫圣洁？圣洁犹太人意比我们想象的高超，是说被分别出来，完全属于上帝，跟上帝连结，能够被他使用，叫做成圣，叫做圣洁。所以干干净净不一定是成圣圣洁，但圣洁成圣一定是干干净净。所以不管是人事物时间，被分别出来跟上帝连结在一起，被上帝所使用，叫做成圣。所以什么是圣洁的百姓？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百姓，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分别出来，属于上帝，跟上帝连结，被上帝完全使用，叫做成圣。所以上帝的百姓被呼召出来与上帝连结，叫做成圣，叫做成圣。那圣洁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圣洁也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超乎万民，超乎万物之上，是比受造物更高超，所以分别，而且没有污秽，没有罪，是他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圣洁。新约讲到上帝是谁？上帝就是爱，所以圣洁就是爱。在新约里面讲的更白话一点，有一句话在利未记反复的出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蒙救赎的百姓，上帝对他发出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跟呼召，就是你们要分别出来，要属于上帝，要像上帝一样脱离罪恶的生活，脱离污秽，被世界从世界罪恶里面分别出来，跟上帝连结，然后成为圣洁，可以合乎主用。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就是圣洁的，你们要跟我一样分别为圣出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的意思是充满了上帝的爱，是充满上帝的保护。上帝在利未记所立的一些规矩都是上帝爱的命令，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们所设立的。过圣洁的生活非常的好，若我们不分别出来，在误会里面，我们可能身心你会受到攻击，可能严重的还会丧命，会死亡。所以神为他百姓所立的一切规矩是为了保护他们，看重他们，祝他们。所以他的命令是爱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不只是一个爱的命令，也是一个爱的应许。一个人想要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进入到圣洁，可能吗？ Mission impossible。人要脱离污秽进入圣洁是不可能。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边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叫我们成圣的，不是我们自己成为圣的，是他叫我们成圣，是帮助我们成圣的那位上帝。我们再看二十六章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所以上帝拯救那百姓从罪恶，从法老，从世界的辖制里面走出来，成为圣洁的百姓，完全是什么？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的工作
是要把圣洁他的爱的属性脱离罪的属性当作礼物送给我们，他先把我们分别出来拯救出来，而且要把他圣洁的生命跟我们分享，所以你们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不是命令也是一个应许，因为我要把圣洁送给你当礼物送给你们。对上帝要把命令把应许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应的是什么态度很重要。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是他在神的百姓中设立的会幕，并且要他的百姓学习过献祭的生活。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告诉我们，透过献祭也就是奉献，我们来回应上帝，能够取得他的圣洁。利未记提到五种祭，提到燔祭，提到素祭，提到平安祭，提到赎罪祭、赎愆祭，所有的祭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上帝，就是要学会把我们生命中最不好的东西，像罪，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都交给他，这叫做献祭，这叫奉献，这叫奉献的真理，就是透过献祭，透过奉献，或者用白话一点叫做委身，我们跟上帝可以连接在一起，让上帝真正可以做我们的上帝。假如我们想到分别为圣，完全属于上帝，可以和上帝连接，可以被上帝使用，请问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愿意啦，我们不愿意委身，事情就不会发生，上帝对我们非常客气。所以假如我们不肯把我们生命中最不好的东西像罪交给上帝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与上帝连接，我们也就不可能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赐福，我们给我们圣洁的应许。在旧约中，他们都知道上帝的百姓要跟上帝能够恢复关系，要能够圣洁，需要透过祭物，若不流血罪断不得赦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跟上帝隔绝，要打破这死亡的咒诅，打破罪的咒诅，唯一办法需要有人代赎，需要有祭物代赎，所以祭物就取代了我们成为牺牲，打破了罪，好叫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旧约的祭物都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他的血是我们可以打破罪的咒诅，让我们可以恢复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恢复跟上帝盟约的关系。罪使上帝没有办法将他的应许、当他的祝福、圣洁的生命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献祭奉献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不好的罪交给上帝，好叫上帝可以跟我们连结，这第一个部分，献祭奉献。第二个部分呢？第二部分，献祭不只把不好的给神，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上帝，祭物是礼物送给上帝。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有一句话也是反复出现，献给上帝做馨香的火祭，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不只解决罪的问题，也是送礼物，对上帝做很深爱的表达。旧约中所有的祭物都是在预表新约中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最喜悦的馨香的祭。耶稣基督的血不只是打破罪的咒诅，除掉死亡，除掉我们跟上帝的隔阂，耶稣基督献祭，献上上帝所喜悦馨香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他非常非常喜悦的。所以今天新约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就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打破罪的咒诅，除掉罪，第二个让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里面的耶稣啊，我们自己这个人真的不好看了，可是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上帝看到我们就说这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因此我们祷告就能够蒙上帝的悦纳，因此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刚才有连结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圣洁当礼物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撒旦世界肉体，进入到跟他那圣洁的生命有亲密的连结，我们可以得到爱的生命，我们可以享受神
无条件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功用。但是在献祭的本身其实有两方面，不是我们对上帝做出委身，其实上帝也对我们做出委身，上帝一直都在，上帝一直要把他的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他一直等在那边要把他圣洁赐给我们，只是我们不肯而已。所以事实上当献祭这个动作的时候，只是回应上帝已经要给我们的委身，上帝一直要委身给我们，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没有？雅各书这样讲，神一直等在那边要给我们，只是我们不要而已了。所以献祭的动作有两方面，不只是说我们对上帝委身，其实我们得到上帝对我们委身圣洁的生命要赐给我们，要把他的生命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叫做爱的交换，这叫爱的交换。献祭是一种爱的交换，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他，上帝把他自己也完全充满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大圣洁的生命。所以成圣是怎么发生的？是我们对神做出奉献跟委身，好叫我们得到上帝对我们的奉献跟委身。所以成圣的过程就好比一幅图画，画给大家看，也许大家比较清楚，就好像我们开了一辆老爷破车，破破烂的车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也开了一辆豪华的里面很多电子仪器，很豪华而且防弹车子要开来给我们，然后什么跟我们交换，我们把我们的车子交给他，他把钥匙给了我们，邀请我们坐到这个豪华车子里面去，我们不太会用那个电子仪器，他还坐在那个车子旁边教我们怎么样开这个车，不要乱撞人要怎么样开得好，怎么开得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他来了把旧车换成新车，并且教我们开车，圣灵来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除掉我们罪靠着耶稣，并且把真理赐给我们，把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圣洁的生命，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旧的生命换成新的生命，并且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实际的在地上运作。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讲献祭，你把它记得，就是旧车换新车。第十一章到二十七章后半部在讲圣洁的生活，就是上帝教的我们如何开新车，前面是换车，后面是叫我们开车。所以圣洁是什么？当利未记讲圣洁的时候，他不是讲我们在会幕里面做的一些事情才叫圣洁，他不只是我们在会幕里面把我们跟他做爱的交换之外，他要我们进入到实际的日常生活里面，把上帝圣洁的生命，也就是他的爱的生命给活出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利未记金句二十章二十六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二十章二十六节，预备，请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什么意思啊？上帝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跟我们交换，并且要我们在地上，在万民当中，把他的圣洁的生命，那位看不见上帝圣洁的生命，在地上透过我们把它活出来，就是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所要说的，以至于我们在食衣住行，以至于我们在跟人交往，以至于我们在跟邻舍交往，以至于连我们的性生活，都要把上帝的爱表明出来。上帝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上帝就是爱，他是拥有那无条件接纳舍己饶恕祝福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上帝的百姓得到这个生命以后，要去把它活出来，这就是利未记讲的圣洁。前面是跟他做爱的交换，后面把这实际的生活就活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世界上有形有体的看到上帝的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前面讲圣洁的献祭，后面讲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上帝无条件爱活出来的生活，就叫圣洁的生活。所以利未记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每一次每当上帝提到一个圣洁的立例典章的时候，他讲完又后面一定加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你做的，活出我的爱的生命吧。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律约记十九章，很重要的一章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们在地收到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收进了田角，也不可以给收取所有遗落在地上的那些谷物，而且不要把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以全数的收取，要总要留下一些果子干嘛？留给那些穷人和寄居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是一个顾念贫穷人、顾念寄居人的上帝，所以他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去顾念贫穷人。所以利未记十九章继续讲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不可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的百姓，总要爱人如己，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换句话说，在上帝规范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的同时，也一直在告诉我们，这背后是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圣洁的上帝，我们要向他。圣洁的生活就是要把我们在会幕里面奉献委身得到上帝圣洁的爱的本性的生命带到实际的生活中，包括我们跟家人、跟邻舍、跟同事、跟朋友，也包括我们一切吃喝坐席玩乐，也包括我们所有的信都不可以污秽。利未记讲到圣洁的生活是随时随地用耶和华上帝的眼光、上帝的角度来看一切的事情，而不是用你我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用在今天的新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躲在礼拜堂里面，或者是灵修 QT 的时候躲在房间里面跟上帝亲密而已。进入幔内就是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章献祭，出到营外就是十一章到二十七章去过圣洁爱的生活。我很喜欢的是一个老姊妹的见证，有一次有一个圣公会的牧师跟我分享这个见证，就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七十多岁的老姊妹，那七十多岁的老姊妹七十多岁被圣灵充满，被神摸着了，他就很想服侍主，可是不知道怎么服侍主，他来问牧师，牧师就说好，那你来负责我们教会盯周报这个工作，发周报这个工作。他做得很开心，别人看到这个老姊妹这样做，接到他的周报也是非常的开心。可是有一天他生重病住院了，医生表示他康复的机会渺茫，他们都已经在讨论他的追思礼拜了。牧师来看他，你猜他怎么对牧师讲？牧师安啦，放心啦，我绝对不会死，因为我的周报这个工作还没有交接，这个工作是上帝给我的，还没有交接出去，我不会离开世界的。哦，你们碰过这样的病人呢？真的，几天以后居然康复就出院了。所以以后他找了八个姊妹，跟他一起来盯周报、发周报，大家都很开心了。等到有一段时间以后，大家熟悉工作内容以后，这位老姊妹又生病又住院了，不过这次真的住院进去就没有再出来。他完成了上帝给他在世界上最后的一份使命跟工作，去见他所爱的主。这位姊妹在过什么？他在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丁周报在你来讲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对他是大事，因为那是上帝所交代的爱的命令，上帝也给他能力去完成，而且上帝给他应许说一定他完成以后才把他接到天上去。所以他尽心竭力，他爱上帝，奉献给上帝，找到他最后侍奉的角色，尽心竭力为主而活。所以工作结束，工作结束以后，他就平平安安两腿一伸去见上帝了。上帝给你使命赶快找到好不好？上帝给你使命，上帝一定给你本钱，上帝一定给你对等的生命的力量让你去完成。你要人人起来侍奉服侍神服侍人吗？请先进入幔内，
跟主连结，好好的奉献委身给上帝，让他的圣洁的生命浇灌在你生命，然后你可以出到营外，能够来爱神，能够来爱人，然后你会欢欢喜喜的像那位老姊妹一样尽心竭力去为主而活。你喜乐，你会把喜乐带给别人，而荣耀归给上帝。这叫做门招过圣洁的生活。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在为你的百姓听得入、听得懂、听得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愿圣灵保守你自己的话语，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能够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你已经把你的圣洁生命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我愿你的百姓对你的心完全敞开，愿你得到我们的心，愿你的百姓也得到你，愿我们成为你的产业，愿你也成为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丰盛分享的得胜的。全能主永生的上帝，我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用这培养灵性的恩赐再次复兴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把万有连同你自己白白都赏赐给我们，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你对我们所施的这一切厚恩呢、啊？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称颂你的名，天天感谢赞美传扬见证你荣耀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请靠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与圣灵同权同荣，独一上帝无始无终真神的名，阿们。